好，我们接下来呢补充介绍贵宾。给你面前当中央党部的徐议员，也来反映一下，是徐议员王敏生先生。啊，乡村部会议吼，你站出来，小英总统一类。就我们中央党部市议员阮昭雄，阮市议员。台北市议员阮昭雄，哈哈，是。既然把乡村部会议站两个小英一类吼。好，接下来呢，给你安排的节目，给你两个讽刺写脑三块，给你个子轩呢，伊系伊朗的三叶影剧奖的最佳汉语总监，是剧创总长。也还有我们的金曲得奖者，比上还有上个一位客家字体，用那个国曲创作的导演方结合普罗客家，甚至还有印尼语，都给他带进我们的客家语去创作。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黄子轩以及三平快，我们带来精彩的好听的歌曲，有壮阔爬根路，塔雄边孤游。老太太，我听一下好不好？大家好，我是我黄子轩，本姓是姓朱的客家人，今天今天带来安尼创作的歌曲《啼晓故乡》是全部的路，全部客家的路。Thank you.
讲全部卡就是，那是种讲哦，阿妹讲阿妹个，就是讲妈妈的母语哦，讲个 N D 的游子哦，在外面啊游荡的游子，全部卡唯一的一条路这样子。所以我写这首歌《回家的路》，转过的路。那下一首歌呢？是因为我在这一两年觉得，其实台湾 其实你台湾不但强的 你哈当音嘛，喉咙音，还有东东外省音啊，现在有很多的新移民也在这个土地上一起生活。所以应该写一条歌曲，可以用 你哈达语，然后印尼话，印尼的话一起。写成的歌曲，因为我觉得你哈康音呢，就是以客为家，对这些外来的印尼的朋友，或是泰国的朋友、越南的朋友，台湾现在是他们的新故乡，所以我邀请了越南的印尼的乐团，不是越南乐团，印尼的乐团跟我们一起合写这首歌《他乡并故乡》。那中间有一句印尼的歌词跟大家分享，就是 Walakita Berbeda Tawang， 就是兄弟们，我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地方 ，Tapi Satu Tu Juang， 就是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，强化来达标，然后够强，他乡变故乡。
挑战的现场很多户外挑战。那你小英总统呢？你也从两分钟是不倒落的。大家落来时间呢？那你希望大家从自己个的掌上来欢迎你的每一个总统，所以我们的很有一个口号，大家听得起啊！有人过来，先跪下，很佩服大家噻。啊，出来是恐怕打的哈。那所以呢，请大家来看好了，好吗？好来，小英加油！小英加油！大家有旗帜可以拿起来挥一挥。哎，我长脑耶！好，那你讲哈噶话讲，小英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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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蔡英文当选！蔡英文当选！哈噶妹出头天！哈噶妹出头天！哈噶人做总统！哈噶人做总统！放心，大家 OK 哈，大家那个好热情的，那个相机好，告白了，告白了，好嘞，告白了，小金大舅，小金大舅，蔡英文当选，蔡英文当选，客家妹出头天，客家妹出头天，客家妹做总统，客家妹做总统。台湾民主出头天！台湾民主出头天！好，谢谢谢谢大家啊 ，Q C 的哈哈哈 ，Q C 的哈。前天两天，那个马英九所以那个天空因为那个新加坡到那个习近平来见面，结果我的小英总统讲啊，攻击。违反我上海推翻个民主，结果呢，这个马英九讲，用来谈心嘛，用来上海推翻民主啊。其实呢，是当面前个上海推翻民主，因为伊爱是代表国家，是到个让个你亲人个偷来免费时间，基本全无脑推翻人讲，完全无脑推翻个那个民主个那个立法权，给归来报告，俺们去挑三缺一，跟着四下通听。私下通敌，所以这是确确实实诶违反到推翻个民主，破坏了推翻个民主体制。所以讲讲诈骗是就是叫我们谈唔信，所以咧卖死台个人吼，所以咧将咧做总统吼，推翻体制会灭烂，会灭烂烂蛋蛋。所以咧行个呢礼拜，有很多千言难逢的机会，所以礼拜就是总统大选。透过咧民主机制，我哋香港人会期待推翻个立场，一定会。不管他们出多天，而不是小英自己过票，因为基本应该那个后站会是上班的人了，所以相信来无安丰富对无吼。但是大家全部是安尼客家精神，全部是意见领袖，所以转移了后先来去听，会多多让你隔壁的亲戚朋友大家来落票。小英但怎么动钱？动钱都不一动将，动将，他们讲话就会台上，好不好？好。谢谢。